来站中间。这个事儿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，我就希望胡娟呢就不要再任性了。我希望在接下来这段话当中，你和你的丈夫能够有一个共同的对生活未来的规划。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你，你有什么话就对你的丈夫说，好吗？胡娟，来，胡娟请站到你的位置。来，你站到你的位置。我们本来设置的是朱继超的告白时间，但其实现在我更想说，这是胡娟的告白时间。在以后的生活中，能够像丈夫朱继超一样坚强和乐观。祝愿胡娟人80年的相守相依，也有像这样的彼此在一起共度患难。所以说，在这舞台上，这么多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应该坚守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。你若不离不弃，下一句是什么呀？我必生死相依。好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爱就要大声说出来。这里是辽宁卫视完美告白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，谢谢大家。